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然，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缘聚散，随遇而安，万物都回归。并给来233页，因为有无明，那就会造业，因为造业，所以有各种不一样的现象。谁来？大家念一遍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一，来，苦乐必然和自己的善恶业有关，业是指自己的心念，自己内心的意图，随顺内心所萌生的恶念，就是把自己关到监狱里面；随顺内心所萌生的善念，就是开启就近安乐之门啊！所以我想各位，业来了，那我们要接受它，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业嘛。但是这个业的动机，当初就是一个念头，念头。所以我们越怕恶业的人，我们就不要再起恶的念头。所以各位，这不要紧，这世间话，像我看到很多人遭受恶业，那就给他供，而且最近在帮一个老人呢，经常回向给他，因为干苦就苦啊，没灯亏，没灯亏啊，啊，来发挥功德，回向老病苦老人，放下执着，业障消除。消冤解结，无有障碍，得生净土。哦啊吼啊！因为他卡在那边了，所以王清这次我会帮你耍，可以忏悔啊，可以化解啊。但是因为他老了，但是你若有机会拄着你命中的人啊，佛菩萨的加持，给了世界快乐的回天，专念专念啊。不但专念，你供了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来加持。所以了解业来自于心态，所以咱就爱随顺内心所萌生的恶念，你个感慨啊。如果能够随顺内心所萌生的善念，你个快乐啊。这就是了解业的原理。第二，真正了解佛陀有关业的教法，便能够从无始以来的沉睡、生死流转、绵延不断的苦、不由自主的生命觉醒过来。所以
轮回是痛苦，轮回来是业啊。啊，所以各位呢，咱来个做恶业吧，咱来觉醒，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想的啊？不然呢，一直生死轮回，搁在你困感患，生死轮回绵延不断。所以佛陀要我们去思维，思维，那咱就来开始了解空性，了解诸比的念头。第三，舍弃了恶业，我们就有自由舍弃苦，舍弃了恶业，便得以超脱往昔的苦。净除了恶业，就是开放自己，接纳从现在到未来的安乐。所以，当然我讲这种业的道理，业的道理，所以各位要相信。那业障来了，就跟他忏悔。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困难。我给忏悔，然后我跟他说法，我跟你抱歉，我现在出家啦，学佛啦。那我会跟他写牌位，我点了起龙，马上都 OK 啊，敲动啊，那这个怨魂敲度了，那这个业也不可能马上了，那就经常想一下，就忏悔一下。但是他不会越来越严重，像我的腰是越来越不严重。哎呀，我以前是按摩，每天要贴腰部啊，以前打止痛剂，现在完全没有，现在不觉得自己，只是有一点要注意一下，运动一下。啊，别人是越来越严重，我是越来越轻，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，啊，因为这个消业了。以前我的右腿啊，我根本不能跪，我那跪了，因为这个腰不好，就伤害到腿，对不对？然后腿就一直酸痛麻，打刚都要得的气啊。现在就没什么感觉，除非是今天特别累，看见没有？特别累，所以当然凡事都有它的因缘条件，好。那各位这样了解，其实我是这样的。今天我看各位这么累了，我们在被攻下面，我就赶快给困起来那样的。啊，然后觉得下回不来了，没意思，跟你约会很无聊。啊，所以我这个人我都扁了，我个性我以前也是，好吧？人家跟我约会，我一定要创造一些笑话快乐给对方。我管你是哑巴也好，行，我的快乐在供啊。啊。这是我该做的事情，所以尽量的给别人快乐。但是现在学佛了，这个心态也很好啊，想尽办法创造快乐给别人。好，各位再看一个转念，转念，那如何转念？请翻到160页。但是我希望各位回去啊，对头阿贝尔龙改框框非常重要。那么把真理跳过去啊！从我做谈心面，我看到一本经典，我到天亮我也把它看完啊！因为我觉得哇，这个太重要。特别我现在每天都在磨练佛法，别人把他的痛苦的事情告诉我，那我就看佛法能够在哪里对他有帮助。当然我能力有限了，有时候我还要拜托一下湛严法师的弟弟啊，问一些打坐的，而且你不给他查这些晚因是什么晚清这柱啊啊什么。下面业力啊，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心念都要啊，心念转变，业力忏悔，冤亲债主超度，对不对？适当的调整，这样就可以改变。但是这个还是自力的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但是别哦，别乱改过众生的代志。所以各位，念一下，唯有成佛。所以咱来怕病啊，我们现在都是在学习学习而已啦，磨念磨念。但是一定要心里放着，我一定要成佛，为了众生我一定要成佛啊！不离开菩提心，为了要成佛我应该如何，一定要保持在不被世间所染啊，不要造任何的恶业，保持在圆满的悲心，求诸佛菩萨加持，一定要改变。160页。一，只因不懂得转念的道理，痛苦的情绪或记忆才会造成困境。如果你不记得或不运用转念的方法，痛苦的情绪或记忆只会带来痛苦。所以各位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赶紧来拜佛，转念，转念啊！所以我想，就像咱去养走念，而去看到往生者，回来，哦哟，拢去想到迄幕。那你要赶快转念，对不对？啊，赶快观想阿弥陀佛。当然不是一下子，但是很快很快转过去了。
所以佛陀要我们整个佛教的修行就是转念，贪心来了没关系，转贪心可以变成一种智慧啊，贪心可以变为一种菩提心。所以当你贪心来了，你把贪心愿所有众生都能够满愿啊，所以那你要去转念，那这个贪其实几秒钟就没有了。所以你不可能说没贪念，包括出家人，如果出家人连贪念都没有，他就不用出家了。为什么？他要有贪念才知道众生的苦，他要有贪念才知道从贪念里面来得到智慧。所以贪嗔痴事实上在我们这个五浊恶世，那显然被给了世界，因为在这个五浊恶世你不可能不随着环境而起心动念乃至业力，但是你要利用这些烦恼来转念来修行。所以只是转念习惯，我不是说不会生气不会起欲望，一秒钟转过去，对不对？感觉到了，感觉到自己要转念，也感觉到了，也同情对方，要这样来改变，那就佛法有这么多法门。第二，但是如果你懂得运用正确的工具，转念的工具，这些烦恼痛苦的问题出现的越来越多，反而你可以修得越来越多，转逆缘为道用。哇，所以文殊菩萨教我们呢、啊，所有因缘都是最好的正空性的助缘。任何千百亿这万花筒，这个世间的五浊恶世像万花筒一样，你不要你不能招你可以来对跟他有分别，跟他产生一个对立或是爱染，但是你只是利用这大世间的千万变化来找到自己啊，所以在变化里面找到一个不变的自己，你要这样，然后把这个不变又变成大悲心，免乱让众生都能够超越这个痛苦。所以三，把整个生命和整个心契入佛法的心髓，确实是可能的，这个要注意听哦。当下就可以。第一，每当你遭遇困境，思维我是在代表其他一切有情经历这个困境，与其让其他无数人经历它，不如由我自己独自承担，好让其他每个人都能够解除困境。哦，各位听了听我讲，哦，我那胃在疼吼，我希望全世界所有胃疼的艰苦吼，拢给我，因为胃疼足艰苦。啊，当你转这个念头迄阵呐，哇，希望伊拢卖艰苦，连你嘛无艰苦，因为你已经完全不排斥它，化为一体，化为一体就没有对立啊。疼个无疼，所以你一只手用足重诶，你感觉安尼不平衡，啊，两只手推起来你就平衡了，啊，所以你要利用各种的境界，所以然后进一步你又了解，我这个感受是一个我执呢，是无明呢，所以你还可以借这个机会来修行，所以你就别感觉自己足悲哀，啊，因为大家拢同款的艰苦啊，这世间拢同款。第二，利用这种利他的心境，能够消除一直存在你内心的困境因，从而止息困境。本着这种心态经历困境，不但能够令自己内心安乐，而且能够庇益其他友情。如果你的困境能够利益其他友情，当然也会利益到你自己。一切都看你如何运用自己的心。所以，痛苦烦恼妄念来了，赶紧念佛，就这意思。赶紧持咒，啊，赶紧破这波罗蜜多心经，像我拢念，得念啦，这波罗揭谛，因为我无多个念真久啊，我就利用这波罗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揭谛三波，进入空性，超越一切，啊，万法都是虚幻的，所以没有真实存在的。跟他博点念感观，不过对方执着啦，不过我们自己执着啦，那就要一点练习。啊，所以各位公的这样，如果你真的要行菩萨道，请多关心别人的苦，不要逃避。啊，出比隔壁，我今嘛我个性改变了，我已经足孤僻，我今嘛拢咧探人隐私。这个会员机场啦，因咧讲话我若听，我就坐遐听咧，变顺风耳咧个听，哇，那个功夫啊，是一根苦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开始在念了，我开始在转他们的念了。因为他们在诉说他们现实的苦啊，啊，
所以哇，这两个生意人在谈生意，哇，这个、啊、如果要学他们要这样来赚功德就对了啊。所以但是你要关心他，也祝福他，希望他的善业成就，希望他发财，先满足他啊，希望他能够除了金钱欲望满足了，他追求更高层次的快乐，信仰的快乐，那你要一直关心他。但是如果你不管他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麦嘎恭维，那你就没有机会修转念了，没有机会修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没有机会修大悲心。这些各位当然关心别人的烦恼，那卖生气好不好？那卖执着哦，你的囝做歹代志，哎，你够法度修行啊，安尼啦，啊，但是你不能一直执着起心动念生气该骂，你反而你造恶业。你要养成一个习惯，这个没什么大不了，全天下没什么大不了，也艰苦哦，就这机会好有合福，一今日若无倒去吼，伊就袂拜佛，安尼啦，对不对？看你安尼，我们才有机会出来问因果。啊，中中的听听别人的意见，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。所以后面有一段，第四，只想爱惜自己是一切障碍之门，无私的爱惜其他友情，甚至仅是一位友情，是一切安乐之门。各位要记得这句话，不要替自己想了，那就是一只狗牙天不讲我教我家做这些烟供，脸部回向佛音啊，你会觉得非常的愁云啊。所以别让点点波起来呢，那不管在变成佛陀，变成十灾日，咱刚拢没来关心社会，关心一切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跟各位提醒，那今晚每个地方都成立慈悲协会、慈悲基金会，艺术就讲，那来除了咱不能的作为奉行火星啊、烟供啊。咱即马搁分便当，便当搁无够，咱即马想尽办法关怀破病的人，好唔好啊？善解人，所以想到讲到这啊，即马要开始伫高雄地区，咱嘛在收钱啊，念这边来慈悲基金，让善解人破病，咱一户报是回5000块，好唔好啊？同好你的钱，你家己摕去啊，然后呢，该关心。钱可以，当然5000块嘛不够啊，但是迄嘛一个关怀啊。然后呢，有机会甲伊开讲啊，讲小可佛法啦，每个月去甲伊关怀一遍啊。你若要愿意较一遍的，佫较好啊。所以那这样你就可以慢慢的超越你的痛苦。你去看别人，啊，咱这圣贤们，咱这小 case 对不对？别人安尼独居老人，安尼厝会破病，囡仔破病。安给我两个龟，哇！你要想想这些啊，我们台北很多法师，现在我请他们去参访回来以后，吓紧贼，哇！师父怎么办？我说你才知道我们很重要啊！现在不是光钱啊，如何让对方脱？我们不可能让他病不要好，但是我们可以让他心好起来，啊你啊，啊！我们告诉他这没有关系的哦，我们一起来念佛，这个可以超越的，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绝对不能够讲啊！你想那么艰苦，卖过改提起痛苦啊！要转念啊！他说：“所以阮老母来破病，你个母啊，你个仔，你讲我想修行，我惊死，惊到要死！我这破病足艰苦，所以我这边来修行啊！啊，我定来即摆咧帮助别人，即摆就较别破病啊！啊，所以那我想各位你这样能够透过病苦，能够自己也实践佛法，自己更能够爱惜佛法。”更能够修慈悲心，也能够帮助对方转念。第一，既然自己生病了，何不怀着利他的心来体验病苦呢？哇，这句话太好了！听我自己苦要解脱的叫做解脱道，听我生命苦要帮助众生的啊，叫做菩萨道。人每一个人拢会老，拢会病，拢会死，所以咱怀着慈悲心来老、来病、来死，所以咱会破病，咱要安怎来？便帮助众生拢卖破病。第二，既然自己蒙受损失，何不怀着利他的心来体验损失呢？你钱胖去啊，你行李败啊。但是呢，你看想要怎样？那行李败人，你讲偌艰苦；善车人，你讲偌艰苦。所以咱来想尽办法啦。哎，该讲道上讲，解决自己艰苦同境的同时，就解决别人的艰苦。你愈善车，你用脑筋免了趁钱拢无啊。你愈善车，你就去布施。布施不一定要有钱，有钱就有钱，无钱布施水啊，布施笑啊，
啊，布施阿弥陀佛啦、啊。所以你去讲道三讲，啊，你就发到超越你的感觉，乃至你会变真福报，这叫做专念。第三，既然自己历尽艰辛，何不怀着利他的心，历尽体验艰辛呢？啊，所以我在这世间开始足艰苦，很辛苦了。啊，所以我定来去病院啊，老人你跟他们对下行啊，家拢真困难。有的人够子孙友好，有的人根本都无法度，家己患咧病，要去找一下诊所都患咧病啊呢，因为没有人在扶助他。所以你去想一想众生的痛苦啊，来体验众生的痛苦。那今日大家拢就好个，就快乐。我看没有人要来学佛了啊，所以你要赶快来的，让我们觉醒。第四，既然自己遭逢人际的关系，何不怀着利他心去体验它？咱翁对咱好，咱囝对咱无友好啊，咱爸母对咱无好啊，咱朋友甲咱骗啊，这世间足侪人咧受这种苦。所以我希望呢，咱来念观世音菩萨，希望大家拢卖艰苦安尼啦啊，因为你即马管，你怀着利他的心去接受你的艰苦，去改变别人的艰苦。所以这代艰苦拢变成你修行的助缘。第五，既然自己必定会死，何不连死亡都怀着利他的心去体验它？哪有比这更安乐、更有意义的人生？安尼有快乐不？啊，连死亡咱拢用慈悲心啊！所以呢，希望所有死亡者拢有法度拢去极乐世界啊！既然我要死啊，啊，希望众生的死的痛苦拢给我。也希望我的死有法度教化众生、影响众生，所以讲我这种计划好啊，免那死，免那笑安尼啊！啊，我计嘛计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惭愧啊！啊，然后呢，差不多了，所以你家己一直爱练习无好势，无迄啰老者死的，无一定，无一定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拢准备好，准备好什么样的状况？所以别人的痛苦拢是咱的状况。各位，你别想讲，那是伊，不是我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这叫做空性平等。然后将对方的痛苦变成你的痛苦，变成大悲心。哎，为了安尼，所以我一定爱幸福，我就变做菩提心。然后渐渐你就无我，安尼快乐不？对有厘头，公告无厘头。啊，那希望大家把它全部看完，好不好啊？那这边有几个问题，我赶快回答完。回答完啊，再来他说，我现在回答问题了。我有一家人因生活困顿，近日好像又必须回到八大行业去赚钱，一起找我囡呐。今日好不容易有缘将他引到这里，请法师说法因缘果报的严重性啊。我也在八大行业待过啊。因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还没有毕业，我就离家出走了，没所在住，去住在饭店的啊，才饭店才是真正花花世界啊！啊，很多很多小姐为了赚钱，很多男人赌博啊，啊，所以都在这种行业里面。但是我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。慢慢你现在你会觉得快乐不见得满足在物质上面啊，快乐应该满足在内心的平静啊、孝顺啊。所以能做杂波啊，做杂波啊，不要去要求钱太多啊。我很有福报，对，有钱跟没钱，跟有钱跟没钱，我什么都过过了啊。那对我很好，我很喜欢赌博，我博叫博到怎样呢？打手这样，替别人博我都赢，配自己搬不搬赢就奇怪啊！所以很多人都请我去做打手，对不对？赢钱还分我一点，你看我可怜的，我叫搬就好了。所以我那时候想奇怪，我自己卖赢给，想替别人拍弄赢啊，而且弄打很大啊那样。所以什么生活我都过过了，但是我觉得对我是个帮助，是个很大的帮助，因为让我高也不快乐，低也不过是如此。所以人不要去追求这些虚荣的东西啊！台湾这个社会还不质疑我们一定要去伤害自己才得到金钱。所以各位，咱做行李嘛，赶快，咱都凊彩做做诶，
有钱就好，不要要求太高啊。你也不要有一个心，我要让我孩子去美国读书、英国读书，为他来牺牲，你反而害他啊。因为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，才有文化的传承，对不对？所以能够过生活已经不错了。台湾饿不死人了，所以我想，希望你的朋友，那能够活在慈悲的快乐、智慧的快乐，不需要回到欲望、金钱的快乐，也不要认为说别人啊，这个八大行业男生对我好，他只是利用你，你要想清楚啊，利用你的肉体，利用这个感情，所以不要出卖自己，也不要侮辱对方。我们现在回向来法会功德，回向无张俗音嗡阿吽，所有昏迷不醒者嗡阿吽，及其冤亲债主同享功德。那这两位自杀了，我们要跟他回向一下来。唐鹏龙、唐伟金，南无不动如来消除自杀痛苦，及其冤亲债主同享功德。所以各位多关心别人啊，这世间太济人，各种的无共款的痛苦。法会功德回向重病特殊昏迷者郭聪友，85岁，来罪障消除，所有昏迷者、所有植物人、重病患者及其冤亲债主同享大法会功德。嗡啊吽，冤亲债主、业力债主消冤解结。嗡啊吽，嗡嘛呢呗咪吽，离苦得乐啊！就是安尼修行，各位，不管家己的艰苦，别人的艰苦，我今天我替你念佛，哎，我替你修行，我替你点灯啊！所以我自己一个人，我就会拿一杯水，放一颗甘露丸，点一支香，给他尽量助念啊！因为你尽量做，你自己也得到一个很好的体验，也修了悲心。再来法会功德，回向龙富强啊，他躺在床上12年了，肾衰竭了，各种病苦折磨了，所以愿龙富强及所有被病苦折磨者来放下执着，放下肉体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嗡阿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各位，你爱存安的点个恁老爸鼓励，无要紧，念佛就好，因为伊即马就是慢的迄个所在，放未下，而且死嘛死未去，足艰苦。所以有最近常讲说，不要跟生病抗拒，因为这是咧消业，这是消业。你如抗拒，你完全接住，你唔敢玩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跟你忏悔，我念佛给你啊，随缘。所以如果老了，那就不要再医疗了，不要再电疗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再化疗了。我讲少年，我讲旧看卖啊，这就都80几岁了，你就尽量放下。其实这个人啊，放下，你马上就要好啊，啊，无就要去啊，安尼，免多啊执着啊，一艰苦就无去啊，啊，不要跟他抗拒。再来法会功德，回向周凯瑶，大肠癌末期。愿所有癌症病患者深信佛法，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嗡阿吽，冤亲债主离苦得乐。嗡阿吽，这世间足艰苦，所以希望各位，咱即马慈悲协会以后可不可以设计电话啊，叫做关怀专线，安尼因派出来找咱，咱嘛唔来去做找伊。哎，咱这电话给伊讲出去，哎，就卡电话来。啊，卡电话来，咱就轮流给伊自私的东西，反正卡来拢是破病啊，什么代志，慢慢大家就收集一寡答案啊，给念回听，好无？啊，慢慢就经验。啊，就算咱未晓，咱接到电话，咱伫个边啊听，哎，这个也要讲，啊，我嘛学起来，学起来关心别人。啊，那边出门的话，我都多重心，好无啊？啊，过个有手机啊，像你卡到多人诶。我想讲，稍等下，你卡电话给钟淑芬，
你打电话有钻石师啊，因为他有经验，然后呢，那大家帮他嘛。啊，你电话留下来，我想来叫人打电话给你。那我们希望有人在负责这个连接啊，连接啊，啊，就算说，哎，今嘛阿伯人要走了，我紧，今嘛有电话视讯，我今嘛的视讯，我湛严法师给你走了，啊，那我想我们大家尽力了，但是说千万不要不作业啊，那就好了。有人咱就去给念，无人咱用电话给讲，安尼大家尽力关怀，好唔好？请加入慈悲会员，如解囊如后关系关心老人，他关心病人，他关心穷人，但是五级不急，我现在都觉得，比如说高雄地区慈悲基金有50万，那我们就做完50万来的话，不要有压力，随缘啊，因为就是这样哦，对方跟你要求100万，啊就不啊就50万，啊就不完，那、啊、就 OK 啊，大家没压力啊，那我给你一点慈悲的关怀啊，给你一些甘露丸，安尼都好啊。所以就不要每个地方都想呢，大家尽力啊。这边收偌济，咱都一户5000块分完，分完的随缘呐，安尼都好啊。啊，如果还有人啊，那我们再给他帮忙，这样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啊。但是大家能够尽力就好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但是关怀的太多太多了啊，来自预防的工作。小朋友的因果教育，老人的这种生命教育，那那个今麦就会该教。所以希望各位无分在家出家，你也要讲话，你有经验，但是你爱修改，你迄个面袂红土牙就会使。你迄个上看个爱红相信，古锥古锥真辛苦，安尼啦，卖臭屁臭屁啊！有个人念句话，迄面拢做臭屁个安尼啦，这也不好。要越修越赤子之心，越修越诚恳，那代表我们在进步吧。再来，华慧功德回向杨慧茹，高血糖引起霉菌感染、败血症、腹痛、败血症。来，嗡啊吽，回向杨慧茹，所有同样败血症痛苦者，集齐业力在主，同享功德。嗡啊吽。啊，各位，你若伫厝有时间哦，那么不就把里面那些诸如比罗尼，嗡巴拉巴拉巴，你都念较济，然后摕一杯米哦，来替布施啊，从我的车顶甲讲，我接着电话，我就伫车顶替做啊，我拢什么来什么来替啊，咁多水我拢做完了，我尽力而为啊，但是感谢对方给我一个修慈悲心的机会，那往往对方都说，哎，够好，没办法，因为你无心的，没有压力的，尽力就好。来，法会功德，回向李义成，嗡啊吽，考上学校，嘿，起码偷不几年嘛，切过呢。哦，主力呢，帮我偷等来，我拨10%给你。我起码变东家，要在公司，还有那种房子卖不出去，师傅你卖出去以后啊，我给你1%，哦，我就怕别人为了1%。我不是为了钱啊，我是觉得希望佛法的功德力让他满愿啊，那个啊，我没有钱的想法，当然也金价推来，我也赶快把这个钱替他做功德，又写给他这个话，师父都不要你钱，把这个功德替你布施，可能林家以后养啊，你不要为了钱让对方对佛教没信心，反而哎呀，师父你这么慈悲啊，也不是我慈悲，是佛陀慈悲。那我们才会这个方法，但是你不要排斥对方哦，对方用钱来勾引我念佛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尽力啊，但是我把这个钱又帮他做功德，也要让他知道，这些不是在炫耀，那么就帮他啊，让他感受到佛法的真诚。再来，信众来参加法会或八关斋戒，但是仪容不雅，我们若告知他，怕他以后不再来参加法会，这样是不是断了他的法身慧命？不是不能不说，不要告诉他，当然你多给他回向，慢慢接近他，你别给他讲了就醒困了，讲话外晒无一定劣晒，劣晒无一定外晒，要叫那种袂冤家面的气啊，讲话拢袂敢冤家的人，你讲话冤家的人，你给他讲，你讲了就敢冤家，你的业报就是这样，了解吗？所以有这种你要看谁去说了啊，所以各位要懂得善用，好吧，来派
咱来见迄种，卖讲你偌个，即五个人迄种面吼拢足好看，笑笑讲拢袂冤家，迄种个咱个见出来安尼。啊，派你去讲，啊，我即种人你也叫我去，要死个才找我去了。所以，因为我们专门在超度嘛，而且呢，往生的时阵都好去好去安尼啊，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啊，自己发的愿力不一样。杨子轩，高雄实践大学女学生，原明天要到日本当交换学生，发生重大车祸，当场没有呼吸心跳，经抢救开脑，左脸颊骨头断，目前在长庚医院。发挥功德，会向杨子轩身旁阅历在主同享功德，佛陀加持圆满悲心。嗡啊吽，所以各位叫转念，你要把观音菩萨的转到他冤亲债主身上，你要经常修慈悲心，他才会被你感动啊！来消冤解结，嗡啊吽啊！愿你的名字叫妙心呢、啊，啊！希望你有一个佛陀的微妙的空性的心啊！供花供果这么多功德，嗡啊吽。啊吼！那么说，那那都什么来什么？那么说罗波那那都说罗波那说沙波，那天那别跟着别跟着嘛，别跟着那什么？那么说罗波那那都说罗波那说沙波呵！来，大家念一下：回向妙心，快乐自在，往生净土。嗡啊吼！啊，你把他冤亲债主先把他超度了，那再回头来超度杨子轩，那啦。啊，所以来，所有功德融入杨子轩，啊，消除罪障。消除罪障，嗡啊吽，一切随缘，随缘的就讲，那健康好起来吼，就正常。啊，那无法度用啊，就去极乐世界。啊，因为咱是伊北部，咱当然嘛安尼想。啊，伊北部讲未使未使，啊，买个伊北部讲，啊，就安尼已经安尼，啊，就安尼啊。啊，你再下去对他不好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就让他好走比较重要。啊，如果他恢复能够完全颜面都很健康很漂亮，他恢复好啊，但是我们两边都接受。来，南无药师如来，这个时候只能靠佛了，医生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请大家里多念佛，多念佛，多回向啊，因为业障来总是要消业障，要接受法会功德，回向郑秀宝，因为他膀胱癌症转为肾脏癌，尿输尿管要开刀。来回向郑秀宝及其冤亲债主，业力债主，嗡啊吽，同享功德。来，大家念一下：南无药师佛。你起码念你的观想，你变有时候琉璃光从你的心照着郑秀宝，以郑秀宝为核心的所有同样病苦的受苦的众生，然后这样的观想，来，南无药师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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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每次我们都这样练习，然后呢，慈悲，再来回向往生者，来。韩美丽，她因为癌症往生呢。当然，各位现在给她念嗡啊吽，观想她身体恢复光明清净。来，嗡啊吽，无病无苦，弥陀接引，同生净土。韩美丽放下世间，称念佛号，随佛超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有去极乐世界无？有，我拢安尼比，你卖甲我笑，我定定安尼比，啊无你变安尼哦，啊，嘿嘿嘿，去啊安尼啦，啊无你宝贝看嘛，看有去无？免问啊，信心同要紧，啊无同就伊嘛脱离三恶道，啊无伊嘛讲多谢你，对不对？结个善缘，那跟大家尽力，再来法会功德。回向蔡家碧，胰脏癌末期，这个胰脏就是心肌，而且有时候很执着，甚至很狠，他就进到不好医的叫胰脏。所以来忏悔业障，保持正念，
恢复慈悲，业力债主同享功德。嗡啊吽，蔡家碧及所有胰脏癌病患者离苦得乐。我们前一阵子办十场三昧水忏的自行尼师，那就是因为胰脏癌扩散，但是他很有善根呢、啊。那一扩散以后，就找我们湛净法师，他希望他能够出家啊，他要做一些供养，希望他能够脱离痛苦啊那样。所以因为这样，他就提早超度。而且各位有没有看网络那个相貌好不好看？就帅呢，跟他影歌星呢。你观摩王光师傅这个有化妆，这化妆是阿弥陀佛帮他化的了啊，是。这个往生的像很庄严，现在在上品净土，来回向自行尼师永不退转，早成佛道，帮助所有病苦者。请问现在他在上品，我们这样念自行尼师会不会帮助所有病苦者？这个叫上品菩萨心，现在就在帮助众生了啊！因为他的心态可以超越一切，所以大家互相助缘。再来，弟子念恩已拉肚子好几个月，医生检查报告没有障碍，来发挥功德回向拉肚子之业力债主虔诚忏悔，愿业力债主得我忏悔，消冤解结。嗡啊吽，愿心态平衡。嗡啊吽，不再拉肚子。嗡啊吽，当然我们要做很多功德啦，除了忏悔、转念，帮助众生不要拉肚子，用这种回向的方法。好，最后一个啦，我们就要回向，来发挥功德，回向郭明顺及所有肾脏病苦者离苦得乐。嗡啊吽，后天我们要到念一下屏东动物超度道场啊，我们现在新成立了，所有动物牌位都放在那边，好不好啊？慢慢我们高雄、台南地区所有往生牌位、堕胎牌位弄个坑一下，好不好啊？然后我们请暂提法师在那边常住呢，就威达，天天点灯烟供啊，来回向啊啊，所以。啊、各位如果愿意去那边啊，你要去念什么经都可以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安尼都好啊。然后啊，当然迄个所在是新所在啊，欠二工，好冇？你去啊，莫请收税啊。迄搭拢咧饲动物咧啊，啊，附近拢咧饲牛、饲猪、台猪啊。然后呢，那个地方也很不错啦。感谢我们许一鸣老板啊，他发心的。然后呢，希望他啊早得发财啊，所以至少我们南部就有一个超度道场啊，希望那边天天点千灯，天天烟供，天天各位呢吃亏也都给他倒脸啊，都回向，因为就不间断的慈悲，还有回向苏家河现在危急加护病房，来发挥功德。回向苏家河及其冤亲债主，所有家护病房，一切病苦者及业力债主同享功德。嗡啊吽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19965232
1996-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 ACIP 召集人李秉盈医师。全球 COVID-19 疫情尚未缓解，依据资料显示，约有20%的群众在感染 COVID-19 后会产生严重症状。接种 COVID-19 疫苗可以产生保护力，减少感染、严重疾病跟死亡的发生。目前优先提供最高感染风险的医师人员、防疫人员接种 COVID-19 疫苗，将有助于疫情的控制。当群体中大多数的人都接种了疫苗，将可以大幅降低 COVID-19 的传播，让大家随时受到保护，安心工作与生活。如果想了解更多 COVID-19 疫苗资讯，请至疾管署全球资讯网查询。及时悔悟的军官。在民国初年，各地的军阀相互混战，俗话说乱世出英雄，因此有很多能征善战的士兵因为立下战功而升官加爵。阿布就是其中一位。听说大帅又提拔了我们的长官，他这么年轻就当上了营长，真是了不起啊。你是说我们的长官阿布啊？他打仗是不要命，他的官职可都是拿命拼来的。怎么，你对他很熟悉吗？当然了，我可是和他一起当过兵，每次打仗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，打死的敌人也是最多的，所以才会一步一步地做到现在这个职务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屡立战功的阿布官越做越大，赢得了很多人的羡慕，但他的母亲却很不高兴，因为他母亲是位虔诚的学佛人。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呢？妈，过几天我又要带兵打仗了，这些天没事就回来陪陪你。打仗打仗，天天打仗，你要知道打仗是会死人的。妈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有事的，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亲自上战场了。虽然你没有事，但每次打仗总会有很多人死掉的，这是杀生啊。阿布，能不去吗？不去可不行，大帅刚刚给我升了官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？哎，你的职位越高，指挥的权力也越大，死伤的人也就越多。虽然那些死去士兵的性命不是你直接夺走的，但却和你有着莫大的关系。阿布，杀业积攒太多是要遭报应的，我不求什么荣华富贵，别再带兵打仗了好吗？妈，战争原本就是残酷的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身处现在这个乱世，当兵打仗都是身不由己，上天是不会怪罪的。你这样想那是大错特错。阿布，你是个军人，那宋朝的两员大将曹彬和曹翰你应该知道吧？当然知道。妈，你整日里烧香拜佛，怎么会知道宋朝这两位将领呢？不用管我如何知道，那他们两人的事迹你知道吗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那好，那今天我就跟你说说曹彬和曹翰这两位将军的故事。曹彬是宋朝的一位开国大将，帮助宋太祖平定天下，立下一番汗马功劳。有一天，曹彬遇见了善于相术的高士陈希夷先生。曹将军，你的边城古隆起，印堂宽阔，木长光显，必定早年富贵。所记的是夷薛口锤没有晚服，凡出兵作战，移开一面之网，或可培植一些晚服。好的，先生的话我记住了。后来曹彬带兵攻蜀，历经很长时间攻占了遂宁这个地方。曹将军，为了攻下遂宁，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士兵，如今城池已破，
我们得给遂宁人颜色看看。没错，我们应该把遂宁城内投降的士兵全部杀死。只杀士兵太便宜他们了，当初守城的时候，城里的百姓一直支持着守军，所以才给我们制造了那么大的麻烦。所以我认为应该屠城，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没错，我们应该进行屠城。不行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马上传我命令，不但禁止屠城，还要妥善对待战俘以及城里的百姓。遵命。后来曹兵奉命征伐江南，因不忍生灵涂炭，他便假装生病不肯就职。曹将军，我们明天就要出征江南了，你就等着我们凯旋归来的好消息吧。是啊，曹将军，希望你的病能早日好起来，等我们凯旋归来的时候再和你一起喝庆功酒。是啊，曹将军，这些日子你一定要好好吃药调养身体，让病赶快好起来啊。我的病绝不是吃药能够痊愈的。啊，曹将军，那应该怎么样才行呢？如果我们能帮上忙的话，一定在所不惜。只要你们个人诚心诚意的自己发誓，攻克江南之日绝不妄杀一人，那么我的疾病就可痊愈了。众部将听了曹兵的话，便对天焚香为誓，攻克江南之日向界不许妄杀一人。曹兵的这一举动又保全了千千万万的人命。后来曹兵再一次见到了陈希夷。啊，曹将军，几年前我看你的相以血口锤，那时我认定你没有晚服，可是现在你的相已改变，口角遗风，金光聚耀于面目须眉，必能增禄延寿，后福无量。金光？怎样叫做金光呢？金光就是德光，其色如紫光晃亮，人若阴德有感，面现金光，眉现彩光，目现神光，其气外明而内彻，不独增寿，当因自孙远福。感谢当年先生的忠告之言，才有今日远灾培福之德。后来果然不出陈希夷的预言，曹兵晚年很有福气，最后享高寿而卒，并被追封济阳郡王。他共有九个儿子，长子、次子和三子都是一代名将，其余的儿子也都追封王爵，子子孙孙昌盛无比。那曹翰呢？曹翰他带兵打仗时经常纵兵屠城，肆意杀戮，掠夺民间财宝许多，杀害普通百姓无数，结果他后来被削去官爵，流放登州。曹翰死后，他的子孙大多沦为乞丐，由此可见善恶报应，昭然不爽啊。妈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，打完这一仗我再回来看你。营长，你今天和老太太聊了好长时间啊，是不是老太太她又不让你上战场啊？是啊，老太太希望我不要再打仗了。营长，你百战百胜，老太太应该放心才对。老太太并不只是担心我出意外，而是打仗可能误杀，造下杀生罪业，我参与进来是要遭报应的。今天她还给我讲了曹兵和曹翰的事迹。曹翰？莫非就是宋朝那个屠城将军曹翰？是啊，怎么，你也知道这个人？当然了，在我们苏州流传着一个故事，那就是曹翰屠城，视士为猪。明朝有一位苏州人叫刘基元，他为人慈悲。有一次他乘船回乡的时候，做了一个怪梦。刘善人，刘善人。你是谁？我是宋朝的将军曹翰，其实是唐代的一位商人，因为一心信佛，经常放生，积下善因，后世做过几世官吏，到了宋朝又当了将军，就是曹翰。不过自从当了将军后，便经常在破城之后屠城，种下了严重杀业，只能世世堕落为猪，现在
你停船的地方有个屠场，第一只受宰杀的猪那就是我，因此哀求你发发慈悲，救救我的命。真是好奇怪的梦啊。老爷，你醒了。我刚才做了个怪梦。什么声音啊？哦，那是猪叫的声音。在这岸边有个杀猪的屠宰场，每天清晨都会在那里杀猪。难道是真的？说着他急忙跑出了船舱。老爷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要去救命。叫什么叫？再叫我现在就捅死你。可恶的猪，吵死了。住手住手。最终刘希元花钱将这头猪买了下来，并带回苏州送到放生园中放生。曹汉，你现在安全了。那头猪听后抬头看着刘希元，然后竟然一下子朝着他跪了下来。后来不论什么人，只要朝他喊一声曹汉，那只猪就会昂首摇尾的回应。据说当时苏州有非常多的人都曾亲眼目睹这件事。这事不会是真的吧？谁知道呢？不过在我们家乡，大家都相信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。嗯。自从听了曹兵和曹汉的故事后，阿布在带兵征战时便心有顾虑，而且每次看到战场上的尸体时，心里也感到隐隐作痛。营长，你今天叫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是啊，过几天大帅准备派我们出战，可是这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没办法打仗了。营长，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察觉到你的变化了。过去你打仗时就像一只猛虎，而现在呢，你总是畏首畏尾，有时候见到牺牲的士兵还会流露出惊慌的神色。没错，我是变了，我已经变得不像一名军人了，所以我准备向大帅推荐你，由你来接替我的位置。啊，那你呢？我准备带着我的母亲回乡下老家。自从我当兵以后，我的母亲每天都在为我担心，天天念佛诵经，希望菩萨能够原谅我造下误杀的罪业。以前我不信什么报应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我开始有点相信这些东西了。啊！就这样，阿布带着母亲回到了乡下老家，而他的位置则由王副官接替。随着几次胜仗屡立战功，王副官被升为了师长。如果阿布还留在这里的话，那师长这个位置就是他的。是啊，他怎么突然就离开部队了呢？真是太可惜了。人各有志，好了，赶快把武器整理好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。这一次可是场硬仗，希望我们都能平安回来。然而这次他们却遭遇惨败，士兵死伤无数，王副官也被一枚炮弹击中，炸得尸骨全无。如果我没有及时退出的话，那这次死的便会是我了。说着他放下手中的报纸，来到里面，屋内供奉着菩萨，母亲正在那里虔诚地拜佛。阿布走到母亲身旁，然后也朝菩萨满怀虔诚礼拜着。